没关系，乖了，好了，来啊，大家好，我叫徐浩轩，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六力，他是一个坏蛋，然后，我原本是要讨债的，快点，快点，李微风要讲话，好，没有，我没有，后来我被他们的那个，没有后来。他们给感动到了，然后我就变成跟他们变成一团的，对，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亲爱的家人跟朋友一起到戏院来观赏《神厨》这部电影。啊，太棒了，很诚恳，很诚恳。好，伯杰，我这次饰演一个单亲爸爸，对，就这样。我不浪费大家时间，然后2月5号希望大家到戏院支持我们。谢谢。好，2月5号支持一下。西哥，那个孩子们呢，都叫陆一静叫阿嬷。那我这个住在隔壁的，他们就叫我阿公。事实上，阿嬷跟阿公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关系。哦，是很单纯的。没有交代到那一段。随便想，暧昧嘛。暧昧，好。那其实呢，我这个角色多少带一点传统价值。这样子，那可能跟小孩子有一些不见得认同的地方，是，并没有对与错的问题，所以就在这里产生一些事情之后，然后小孩子他们终于找到他们的希望，到他们的路，哎呦，不错，是家人的支持跟鼓励，对不对？来，接下来，你自己，大家好，我是张琼芝。那我在戏里面还是维持我一贯娴熟的形象啊。那么对于这部戏，我觉得就是来夸就丢啊啦。哦，来夸就丢啊啦，讲得太实在，顶爱来。好，来接下来天哪，好吗？啊，我在里面饰演呢是王伯杰的老婆，然后乐乐是我的女儿。但是因为我戏份不多，所以不能剧透，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好，好，乐乐，上次请吗？来，怎么样？乐乐，你要不要说话？跟大家打个招呼，跟大家说什么？来，神厨，来，神厨，乐乐。然后呢？要不要？5号要来看神厨啊！小孩子吗？对呀，记得来看神厨，好不好？对，小朋友，神厨好不好看？看。小朋友不会说谎的嘛，不可能说谎，小朋友讲话就对了。对。接下来，刘同轩，请问怎么样？等一下到底是去阿米还是一静？我是任荣轩，我在这里面饰演的是江七宝。那我觉得《神厨》是一部非常温馨的作品，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在过年的期间带着西家带眷一起进到戏院里面去观赏我们的《神厨》，看《神厨》，好利华裔过好年。哎，你好厉害呢！这一定可以。因为要押韵太简单了，对啊，故意不押的，所以陆姐。大家好，我是陆一静，《神厨》里面我演江阿嬷，我带着这些宝贝们，然后经历一段非常有趣又好吃又好喝又好玩，然后又感伤的一段日子，希望大家来欣赏。好，好，一定要欣赏大哥，有笑有泪。好，各位大家晚安，我是前场，这是我第一次呢，参加演出，也谢谢冯凯呢给我这个机会。这部戏呢充满了亲情，充满了热泪，在这个春节期间呢非常适合合家观赏，带着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为我们支持，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全家可以合家观赏，是，来。大家好，我是林一飞，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我是来客串的。那其实我第一次跟冯凯导演合作很开心，因为他脾气真的有改很多，可以说。真的吗？你讲讲看，没关系。他很温暖，他真的很温暖。怎么可能？他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的夸张啊。我就是要逼他讲出来，大家才会知道。对，真的非常很温暖的一个导演。然后在里面，我是把我第一次演古装就献给冯凯导演。然后这一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一部戏，所以大家一定要2月5号开始就来电影院看，这样。哎呦，好，有突破性的演出，大家主持一下，接下来昌盛，来的。
大家好，我是就没讲话就没有，对对对，等太久。反正神厨是真的很温馨很感动的戏，那我心目中的其中一位神厨，我妈妈今天有带她过来看，对，希望我妈会喜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带着自己的家人进戏院支持神厨，谢谢大家，谢谢。好，好，一定要。接下来袁爱妃小姐。Hello， 大家好，我是袁爱妃，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曾三花的角色。你连这一句话都可以讲歪。对，是角色。我只能说，我要认真讲啊。好了，好，你讲，好来，你讲。我只能说，就是导演让那个曾三花遇到的温暖跟遇到的爱，补足了袁爱妃人生缺少的部分，所以真的非常希望大家2月5号可以进戏院来支持神厨，谢谢。哦，言谈之间好像有种失恋的感觉，是不是？哎呀 ，Facebook 上面都有看到有。好，谢谢。来，接下来布鲁斯。Hello， 大家好，我是布鲁斯。然后在《神厨》里面呢，我饰演的是真英雄，大家都叫我五块鸡，跟我本人很像。啊，对，五块吗？五块，真的五块，没有六块。没有五块这种东西啊，怎么分布的？对啊，我不知道，基因突变。五块。对，然后我其实是爱妃的弟弟，在戏里面来的。对，然后我觉得《神厨》是一部充满爱的电影，所以很希望大家过年的时候能够带着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到戏院里面感受《神厨》想要带给大家的爱。谢谢大家。好，满爱的电影。好，我们时间到这边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导演。好了，让你介绍到你多走秀。料到会这样子是吗？完全不是。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好不好？好了，李威峰，好好介绍，我们自己接下来讲一下。对啊。好，大家好，我是李威峰，然后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郭若甫这个角色，然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然后谢谢神厨这个剧组，让我在戏里戏外都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想知道我们发生什么故事的话，进戏院看电影，2月5号，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哎呦。